下面是一个例题，重点不是这个例题，重点是我当晚要问你的问题。这个有个图啊 ，BD 图啊，长这样啊，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啊？来，乙有出数十，甲没有出数，所以乙的出数比较大，所以我知道出是对的。可是呢 ，A、B、C 是错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要问。为什么有错？怎么弄？该怎样？来，它上面说有没有做等加速度运动？你靠什么判断？第二个，他问你谁大谁小，你用什么知道？第三个，你怎么知道谁的位移比较大？靠谁知道？你如何知道的？这原则上都可以不要算。问位移大，你可以真的算出来位移。但是可以不用算，看就知道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用什么方法判断他是不是做等加速度运动？就我前面一开始就跟你提示了复习的重点。来，可爱小女生，五吧。可爱小女生要做 number one， 呀。请问你，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做等加速度运动？我靠，谁知道的？不会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坐。当我再教你，我们前面交代过一个重点，叫做 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一条直线就是一个加速度，就要叫做等加速度运动。直线越斜，加速度就会越大；完全不斜，那就是等速度运动。割线叫平均，切线叫顺时。看它是不是斜直线？一条斜直线就一个加速度，等加速度运动。两个都是一条斜直线，所以两个都怎样？等加速度运动。停车站借问，你怎么知道谁的啦？你这样可以算出来谁大、啊？你可以有两个点嘛，两个点就是调它 B， 调它 B 嘛，就算出平加速度可以算。不要用算，你用眼睛一看就知道谁大，你怎么知道 ？Number one， 起来，靠谁知道？我有什么办法知道谁比？我刚才在帮讲前提的总理整理的时候，我已经嘴巴上念过了，我怎么知道谁比较大？我靠谁判断谁加速度大？方法一用这个算出来，甲加速多少，乙加速多少？不用算，看就知道。怎么看？你用它比较斜，你说比较斜比较陡。我们前面教过了 ，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一条直线一个加速度，直线越斜加速度是怎样？越大。你看谁比较斜？这里谁比较斜啊？这里谁比较斜？甲嘛，所以甲加速度大嘛。你当然可以确实算出来啊。delta t 五秒变化二十五，五分之二十五是五。另外一个是五秒变化十五，十五除以五叫做三，一个三一个五，所以五比较大。可是可以不用算。啊，最后一个小题问，谁的位移大？也一样，上面都有数字了，有出上面都有数字了，有出数，有末数，有时间，代公式就可以求了。或者是我教过的方法也可以求了，但是用看就会知道了，用那个观念就知道谁位移大。停车站借问，谁的位移比较大？帅哥男五吧，五二一，起立。你又要从国外回来，又不知 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是吧？为什么你从国外回来之后问什么都不会啊？你的魂还在国外。请问你，我用什么方法判断谁位移大？我前面教过了，我刚才就讲过了。我靠谁？不会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不会做。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一条直线代表一个加速度，
直线越斜加速度越大，割线叫平均，切线叫顺时。第二句 ，V D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你就可以算。大家只如果你大跟小就不用算了，看图就知道谁面积大，底的面积大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甲在下面啊，你在上面啊。甲是个三角形，一个大，这个大的梯形包含三角形啊。大就会啦，就是刚才跟各位讲过的，一开始帮各位从头复习问个重点嘛，那你都不用去算，看就晓得了嘛。你会看吗？你真的会看吗？你知道该怎么看吗？不用算啊。OK， V D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谁的面积大就谁的位移大，乙的面积大，乙的位移大。OK， 解决。